告诉我，你想要宣泄些什么？谁是你的第一个？是什么激发你的开始？那你又将变成什么样子？这个人对我有一种变态的关注，他抢在我破案之前来留下属于他的痕迹，借此的获取走在我前面的成就感。他唯一的情感流露就是将这一切视为一场游戏，和你的游戏。Dr. Barnes, he faked it to trap Tommy. Why是你杀的？一场仓促而稚嫩的谋杀。他自杀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都已经发现了。发现了。发现什么了？难道你没看出来，今天晚上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。知道的是不是？挖开！你是谁？方万山。你是我的作品。真体贴。今天是你生日啊。好像是的。连你自己生日都不知道啊。
是个蠢女人。今天晚上搬上来和我一块住吧。抱歉，我没兴趣。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饿了。罗教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简瑶谈恋爱了？我没有在跟薄一年约会。有什么好好奇的？我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男人。你喜欢金岩吧？你不用这么看着我。你别告诉他。哎呀，别笑啊。那你可不可以亲我一下脸颊？因为刚才是我主动的，现在换你亲我可以吗？莫非今年就能喝你们的喜酒了？下次还被你骗了。我爱上简瑶了。我突然发现你的那个薄教授修长清俊，虽然第一感觉有点冷淡怪异，但实际上还是很体贴很温暖。看见什么了？什么都没看见。Simon， 不要叫我 Simon。Simon 已经死了。Jenny 还好吗？你是一个一流的侧写师，但是你不是士兵。给我们的小 Simon。讲几句话好不好？金爷，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我爱你，可其实在我心里我已经跟你说了无数次。现在去离别墅主楼10米远，这个距离可以吗？炸弹绑在两个人身上，我想不用说，是那两个人对吗？李轩然和丽亚。李轩然和丽亚，你选择杀死谁？Simon 已经被打败了，多亏了你的帮忙。Thank you。
是你，居然是你。